这样就 OK。不用了，大家吃饭了吗？好，谢谢伟成。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哦，就是我们原本是三个活动，然后也第一个活动是到十号，所以已经结束了。然后我们就还有剩下两个活动，没有参加到的人客可以踊跃参与一下哦。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活动是抽红利买菜金。全馆消费满1890就直接享有免运，然后还有抽奖的资格哦。总奖金高达115000元的红利买菜金要抽出来送给大家，总共会抽出1000块买菜金70位，1500块买菜金20位，5000块买菜金3位。然后我们的奖项会统一在9月27号抽出来，然后公布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，还有我们的官网。然后红利买菜金的部分呢、啊，会直接汇入到你们就是抽中的人的官网会员里面。然后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啊，红利买菜金它的期限是10月1号到11月30号，这个期间内要使用完毕，不然会归零哦。这点就是有抽到的话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然后我们另一个活动啊，全馆满额赠。买满2000就送骰子牛，然后买满2500就送鳗鱼一尾，买满3500就送花枝一只，然后买满5000就送阿红丝油鸡腿一只，以上通通都是可以累赠的哦。然后就是老板有考虑到送骰子牛，有些客人是不吃牛的，所以就是如果不吃牛的人呢、啊，可以在订单下面备注一下，说要换，然后我们可以换成2只嫩煎鸡腿排。下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备注哦，如果没有备注的话，会一样就是照骰子牛出货给大家。然后以上的好礼通通都是可以累赠的，买满5000啊就可以直接享有上面的4种好礼哦。一样是送完为止，就是大家要把握一下机会哦。一包2片里面有蒜丝双辣椒吗？中文字，真的有中文字，一包两片。5包3包。今天终于没有下雨了。上礼拜下了一个礼拜的雨。买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吃。我你等下，你叫妹妹吃好了。买啊，买吧，你改一下。
伊迄一条鱼食，我话你要几条拢无见一条鱼食。来，你要做几条无见？你讲要水饺，来坐官方的啦。你若要水饺，坐这；无要水饺，坐这。对。这无这平，这官方的，啊这平，六六十块，很薄，好吃。来，阿姐，哎，这是280呢，哎，那是400。好不？给侬不要理，好不？谢谢你，谢到百块。好高兴，这个，还是先找红包，因为你不要这样找红包。来，过来，开始。找红包，我会找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之前咧有一间去找的，来阿姐今日就讲，讲我六只三百，阿二百是包半斤无起的，我包三百，真正好食。鳕鱼有鳕鱼个啦，你三百单我袂卖落来。对啦对啦，我跟你讲，先整理好者。你三你鳕鱼要偌济？同我咱黄色无关。对，就是小的，因为剩五只。我袂使，你我遐个，我六只三百，你大概你来，我拢六只三百嘞，人家来讲是五只三百嘞，你是大概做生意，我拢上好你嘞。你哪年的啊？安尼哦，嘿嘿嘿嘿。哎，今天好做。今天又困啦，我半夜都又困。你起码半夜拢又困。又困。是啊，好嘞。真骗啦，太累了。要困觉，要困觉。为什么？他哪一家？他每个都一样。哎呀，他睡得那么老。哎，第二点，我睡也睡，一直睡到要睡，慢慢来，那无来哦。啊，冰块，我直接到底加。不行了，冰块我去了。来，谢谢，第二沙发了，背包。啊，多休息一分钟，我再来。好好好，你讲到这来休息，你讲到第一点，好弄好。像我哩包片，掉皮了，咱就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帅哥，来，我们检查。香肠啊。没有三包的，多少？三包的，多少？我那边放的。还有个东西，我还想叫三包。你进货不进的来叫弄三包，多少？你啊，那个。谢谢谢谢。蛤蜊马蹄吗？蛤蜊，大公鸡那几包。这个门多少啊？我来弄门多少？那蛤蜊几包？你等我，查出来就好了。大公来，你们睡在这就好了。谢谢。哎呀，这写在里面哦。你去处理了，你去处理了。到我给他先走了，我给你先走了。单单处理了，我给你。来，过来，来，哎呀，这哦，我这里包水哦，过来。鱼好，鱼，阿妈看，阿妈看。讲了吗？聊吗？什么包水我包？看有没有阿妈要买的呢？啊？好，阿妈看。那这是有找到过的哦。在哪呀？不是，我在找。是你家己养的。你家己正常啊，养老看袂着你。啥拢无？你小号啊？哎，帅哥！你要怎么包？有，全部汤面拢有。刚刚被移到，各一包呀，各一份，各一份，青酱、明太子、白酱。他加了我们那部门的小包的，青酱，青酱自己包的呀，青酱自己包，白酱，第二包白酱。